各位观众，呢度系沙田马场。较早时候呢度举行咗一场叫做女王银禧纪念杯嘅赛事嘅。呢项杯赛明年系咪继续存在呢？而家冇人知。不过有超过一半香港人参与嘅赛马活动，1997年之后继续蓬勃发展，相信冇人会有疑问。就正如中国领导人三番四次咁强调，1997年之后嘅香港马照跑。马照跑三个字在香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，还更加是变成了一个安定人心的信号。我们40集的回归系列的第一集就叫做马照跑。香港赛马活动点蓬勃发，看头转额就知，历年来只有起，从未试过落。特别是上一个马季，经已是超过800亿港元。彪叔啊，赛马又好了，赌马又好了，咁多年老老实实，你输多定赢多？真的，一定是输，因为你只看一样东西，很简单的事，每年你说几百亿，不是大家夹，谁夹？正因为香港赛马会有庞大的投注额，难免就引起了一些不法集团在马圈搵食了。他们透过各种古灵精怪的方法在这个录音场上搵钱。好像最近廉署和马会侦查了一个涉嫌造马集团，一度扣留了多位马圈中人协助调查。而1986年轰动一时的杨元龙造马案，就更加有几位马圈人士被判刑。除了说杨元龙因为有医生证明他身患绝症，只是剩下几个月命，获准判缓刑，其他人都被判监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来讲 是建立在一个公众的公信心、大众的公信心里面。这点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一旦那个公信心失去了之后呢，那我们这个事业就没法子办得好的。杨元龙呢，这个大马主来的。很少人讲句真正公道的说话，因为在做马案我都没讲过句说话。杨元龙都是受害者，因为呢他是唯一的错处在哪里呢？他是想控制着这班野来玩，他喜欢玩大的东西。怎知呢这班人呢当他是老亲，很简单的一样，想控制马场想做什么事？想赚钱而已，想赚钱而已。他年年都不见几千万的，控制你做咩？一向以录音称无敌自居的华人练马师简炳慈，当年亦都被杨元龙的造马集团看中。不过简 Sir 呢就不为所动了。我想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很多都是的。好像譬如都突然间有些朋友，喂，简生，去跳舞了，这样安排的小姐哪里，你上酒店就可以了，这样什么我包了你的。自己想想，喂，为什么到我这么好呢？那就没理由的，你有人说突然间又拿钱哪里使，那我又没有，有没有机会赌钱，是吗？在马会发展的过程里面，可以说是备受人为因素所困扰的，特别是业余时代。其实马不复杂，是人先复杂，是人先复杂，没错。所以这个行业来讲都是跟人有关系，都是会很复杂。到了60年代的时候，投注额已经是不少的，但是当时就有很多非法外围，受到它的影响就是大毒马案。当时的现役马平时都是得400-500只的，所以发现到差不多有300多只马是被人落过毒的。落过毒之后，这只马的影响就是怎样呢？就是以后它的演出水准越来越差。咁咧，當時所以咧好大熱門啦，就冚唪唥喺大熱度做。點解咁必要由一個業餘化轉做職業咧？咁啊，為咗咧要話挽救香港賽馬嘅前途咧，就逼得一定要咧係變成職業化啦。咁業餘化時候點樣唔好咧？咁第一點咧，啲騎師業餘騎師咧好多解釋嘅，譬如咧佢演出係好差，點解你今日即係騎得咁曳啊？咁佢話哦，我做生意嚇，或者我琴晚要招呼個大客。三更半夜都未曾翻屋企，今日精神唔係點夠，所以咧就係演出冇咁好啦。咁啊，當時咧呢個解釋已經充分噶啦。咁啊，另外咧仲有馬房方面啦，個保安因為咧係業餘階段咧唔可以太嚴謹，
所以咧就係、是、獨馬咁多例子都係同嗰個有關。到咗職業賽馬之後咧，保安個系統係加強好多啦。咁啊，同時咧，騎師亦都全部職業化之後咧，就你一定要集中精神嚇、啊，神操正式比賽都一定要咧嚇，係、啊、認真功夫做，同埋有少少疑點就已經咧係認為你有問題嘅。賽馬會喺轉為職業之後咧，監管的確係嚴厲咗，但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好難一下子杜絕做馬、拉馬呢一啲不法嘅行為。完全清潔曬咧，冇可能嘅。完全係唔可能嘅事幹嚟噶啦。不過問題咧，唔好太離譜啦，咁解嘅啫。你熟下騎師啦嚇，去跑一場馬。即係你咁經驗豐富咧，你睇到佢有冇問題嘅喎？我睇到，即係譬如唔聽你指示啊。又或者係即係可能有啲蠱惑嘢啊，你睇到嘅，咁你會點做咧？咁我要警告佢啦，我話如果你再係咁咧，我叫你咧就炒油啦，即係意思。即係我多數騎師我請咧都講得清清楚楚嘅。賽馬嘅作弊方式由早期嘅獨馬發展到造馬，然後到今日嘅拉馬，個中最重要嘅特色就係由成班人合謀轉變為比較簡單嘅聯繫。咁樣冇咁起眼，要跟嘅時候亦都冇咁容易。拉馬通常嚟講嚇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係運動到嗰啲騎師咁樣做嘅咧，十居其九都係啲非法外圍，就唔係話係幕後一個老闆頭大處落邊只馬身上嘅。總言之咧，一隻大熱門，佢咧輸咗，咁佢就已經掂嘅啦。對於呢一個已經超過八年歷史嘅商業機構，賽事作弊都只係屬於小瑕疵，冇影響到佢對社會嘅貢獻。對馬迷嚟講，贏錢就梗係開心啦。一旦運滯，投注鋪咗落草皮，亦都係有利於社會公益嘅服務。馬會行政總裁黃志剛就講笑咁講話：，如果香港唔係因為有馬會繳交龐大嘅博彩税，受薪階級每年入息税款可能就要提高啦。咁其實早年嘅賽馬活動並唔係人人都可以參與嘅喎。香港有呢個賽馬已經係差唔多係由英治時代開始就已經有嘅啦。咁啊，當時咧係貴族化嘅一種運動嚟嘅。咁啊，有投注咧變咗係額外嘅啫。咁所以咧就可能就因為咁啊，免治咧太多平民咧都去賭馬，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啊。當時的單位咧就係$5港紙一張，如果當時$5即係等於而家大約係$500到啦，即係可能比$500更加大都唔定嘅。咁啊當然咧，一般平民咧就負擔唔起呢種咁嘅代價去投注噶。時至今日就唔同曬啦，賽馬活動平民化，進身做馬主亦比以前容易咗。馬主做馬主拉頭馬，梗係開心啦。冇頭馬拉又點咧？咁就已經養咗咁耐馬咧，呢啲就平常心噶啦，即係唔係贏就輸噶啦。咁啊，尤其是如果心臟弱嘅，真係唔好睇呢啲咁嘅，爭一兩步輸嘅，好慘嘅係。黃炳懷20多年前經已開始養馬，佢而家養咗兩隻，都係喺呢一日出賽嘅。唔連馬匹嘅價值嚟計，佢每個月都要使$20,000+喺每一隻外驅嘅身上，佢話值得嘅。但我就正如頭先講嘅，比較幸運嘅，我養啲馬差不多都獎金相當嘅，尤其是真威咧呢一匹就八歲馬咧，跑咗60多場，咁而家贏咗差不多成1,100,000嘅，咁呢個可以講係好幸運嘅。咁其他啲都係中上咁樣咧。咁換句話講咧，除咗係有個樂趣之外咧，仲係可以賺到錢嘅。咁呢個係比較幸運嘅，可以講係。另外一個馬主張宇仁就覺得養馬咧係又有喜。又有受，我諗做任何嘢，如果有個長時間嘅咧，就永冇條路永冇係平坦嘅，梗係有上有落，咁至覺得更加好玩。即係你養到只好馬，你會即係好舒服；到你養到只唔好嘅馬，你會感覺到你養只好馬嘅時間，你會特別開心。如果你隻只馬都贏好多場嘅，你覺贏到麻木，你反而唔覺得拉頭馬嗰啲開心法。喺呢場開跑之前，佢對只馬有咁嘅睇法。如果佢是跑出應有的水準，佢應該很接近。結果佢名下的聶俊跑第3，咁我覺得很接近，很滿意。我經常會發生，最緊要面對現實，不是自己很痛苦。跑馬為很多香港人帶來了名譽財富，
但係亦都令到唔少香港人失望沮喪。無論點樣，好多人都係依附住馬會而生活嘅。各位觀眾，而家咧就係清晨嘅5點，地點就係沙田嘅馬場。每日當大家係瞓到最冧嘅時候咧，呢度經已啊係有一班嘅人咧，就係為普羅價300萬香港馬迷咧就做功課，可以話係風雨不改嘅。戰後香港賽馬事業蓬勃嘅發展，亦都形成咗一個新興嘅行業，就係專業馬評人。筆名神鳥嘅許培英，30年嚟風雨不改，每日清晨都嚟到馬場睇神速。係啦，神鳥叔啊，我今朝都算睇咗成朝啦。咁啊，除咗見到啲馬上邊有啲 number 唔同，騎馬嗰個啲衫唔同之外咧，喺我嚟講，只只馬都差唔多啊。咁究竟係點樣去分邊只打邊只咧？神鳥叔？初初睇你話，你覺得隻隻差唔多。事實上你睇慣咗咧，實證隻隻都唔同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記呢個馬咧，除咗那個佢有後部幫助之外咧，就對支馬本身咧都可以認到佢嘅型馬型。係邊支馬係咩名？邊支馬乜嘢？我哋一見到都差唔多，都知道七七八八。係啦，阿廖叔啊，咁啊講到認馬啦嚇，即係我真係外行啦。其實嗱，以譬如啊，人咧就有五官嘅，有啲人就眼細啲啊，鼻高啲啊，嚇個口又大啲啊。咁其實馬有冇五官咁去認嘅咧？你睇個人就好清楚啦，眼點樣，鼻點口點，但係馬一樣有，同馬同人咧一樣係五官有唔同嘅。即係比如佢有啲耳仔耷嘅啊，有啲即係有脾氣嘅馬，甚至啲眼你見到馬眼兩隻都係大大地咁啊，事實上唔係。有啲眼大嘅，有啲眼細嘅，有啲眼又去望人嘅時間咧，係打斜望，好鬼屎嘅。咁所以隻隻唔同，甚至嘅動作神態，你只要你見得佢多咧，都可以有分別。係啦，廖叔啊，你就1948年大學畢業啊，我未出世啦。咁其實即係戰後嚟講咧，你一個大學生真係有好多好黃金嘅出路嘅。點解你行行都唔揀？要揀入呢行咧，就係我啱啱嗰個時間，應該係1950幾年嘅時候，第一次入馬場咧，場場都贏，幾乎跑8場馬贏咗6、7場咁啊！嗰個時候當時係賭 win 啫，就冇 win pay 啫，冇連贏位咁，幾乎係場場收錢。許培英因為贏錢而入馬行，而家仲擁有一份嘅馬報。至於另外一位喺馬會職業化年代入行嘅馬評人麥冠生。他就話自己咧係誤打誤撞入行嘅喎，我就冇興趣跑馬嘅，咁啊點解咧？因為我覺得即係唔啱自己啊，但係我爸爸真係好難賭嘅，狗又啱，馬又啱，咁所以我就耐唔中去畫俾佢嘅啫。咁啊咁巧咧，就第一次一畫就中咧，咁啊我相信就搞到我入馬圈嘅開始嘅啦。香港最早期嘅馬經係喺日治時代出版嘅。而馬經蓬勃發展，形成咗一個新興嘅行業咧，就係1971年馬會職業化之後嘅事啦。但係當時出版嘅馬經並唔係咁普及。嗰陣時買馬經咧，一本本嘅馬經好貴嘅，咁啊同啲普通馬經咧就相距得好大嘅。以前啲報紙係1毫子張，但係嗰啲馬報咧就1蚊2咁賣嘅。咁以前人啲人嘅生活咧就係好艱苦嘅，就唔會咁隨便買本馬報啊。咁啊，嗰段時間咧，就馬寶嘅通用性咧都好低嘅，大家咧就唔買，好多都唔買嘅，同埋咧一排位就拿張排位紙，嗰啲排位紙咧就差唔多要打交嘅。喺中環出報紙咧，嗰陣時我仲喺報館做，啲報販啊搶打交嘅，咁一攞到報紙賣咧，仲慘過執金咁辛苦嘅去做嘅。喺行內叫做大贏麥嘅麥冠生承認，如果比較起以前嘅馬經，而家的確係難做咗好多。家人賽馬資訊越嚟越完善，馬迷嘅資訊多咗咯，又對馬又認識咗咯，所以一個普通馬迷啊，分分鐘叻過我哋啲平馬人嘅。因為我曾經有個比較女讀者啊，問到我口都啞曬，佢能夠連個分段時間佢都可以做講背俾我聽啊，我就真係唔知啦。所以咧就一做平馬人啊，唔係咁簡單，唔同以前擲色仔啊、
揀 number 咁樣去貼馬嘅，依家唔能夠噶啦。你貼只馬貼得唔好，佢問你點解貼只馬，佢要你解釋嘅。依家咁樣嘅依家。香港賽馬會除咗有一般嘅賽馬博彩活動，喺以前仲發行馬標。呢種每年發行三次嘅彩券，當時吸引咗大部分香港人。喺呢一套舊片裏邊，可以反映到星斗市民渴望透過呢一種獎金豐富嘅彩票，一朝富貴。而在70年代，馬會亦都有發行政府獎券，由於售價低廉、獎金額高，加上港府又積極宣傳，當時呢都好吸引香港市民購買嘅。買張政府獎券啦！香港賽馬活動發展到今日，可以話係相當之成功嘅。大家熟悉嘅標叔就話：傳媒功不可沒。咁有時見你哋講馬咧，講到拍台拍凳嘅，青筋暴現。點解咁勞氣呢？而家馬會都係㗎，唔像咁唔多禮，你開心嘅，成日針對我，但係佢唔識，嗰啲人唔識嘢咧，就會以為針對佢。其實真正嚟講，唔係誇口，唔係我哋依度傳播界大家盡力幫佢馬會推廣，馬會要做成今日都要慢一步腳。開講啲又話，打者愛也，愛者打多幾下。咁講翻馬會本身啊，馬會又有咩抱負呢？我呢個目標係希望香港嘅賽馬嘅水準咧，可以達到世界一級嘅水準。咁我哋而家咧好多可以睇到好多馬主咧，都慢慢出去買啲更好嘅馬。咁最近你都可以睇到有國際賽事入邊咧，可以睇到香港馬嘅成績都比以前有大大嘅進步。咁我哋希望將來咧。即係香港嘅馬可以參與國際嘅一級賽，咁我哋而家開始嘅計劃緊全世界嘅呢個幾大嘅賽事，香港國際賽事咧係其中嘅之一。香港嗰個賽馬會個即係咁成功啦嚇，搞賽馬事搞得咁成功啦，咁但係點解香港嗰啲馬，即係香港嘅馬咧，即係去到一個世界級嘅比較嘅時候咧？硬係未去到一個一級嘅質素咧，唔係三級都未到啦。香港賽馬會點解會即係變得好矛盾咧？即係一方面咧就好似好蓬勃咁，但係實際嚟講嗰個馬嘅質素咧，擺到上即係世界擂台嘅時候，三級都未到。因為香港嗰啲馬主即係買馬冇咁多錢買，即係人哋真係揾好多錢好多錢買只馬翻嚟嘅。香港啲百零二百萬就話好緊要啦，即係還算都未達到世界水準啦。啱啱到第三級都未到第三級，少少邊緣。咁但係香港人唔係冇錢嘅喎。佢唔肯買啊嘛。點解咧？不，即係你點解唔係咁解咧？而家獎金又冇咁多，第二件咧你冇養育場，咁叻嗰啲馬去邊度配種啫？你唔同日本啊。英國、美國叻個馬跑跑可以配種賺好多錢啊！簡賢清相信，以馬會發展歷史嘅步伐嚟睇，香港馬匹嘅質素喺馬會嘅鼓勵之下，遲早會喺國際一級賽事揚名。就係馬會啦，就已經最近呢十年八載來，自從即係有自購馬制度之後咧，已經係知道咧係要將嗰啲馬質咧係逐步上升。佢就唔想太速，當然亦都唔希望太緩慢。一定要抵到咁上下啦，要然後配合翻香港賽事啲獎金額咧，係到達咗可以吸引世界上一級馬嚇嚟參加嘅，唔係話淨係一兩場國際邀請賽咁冇用，而係啦，起碼一年有一二十場呢啲咁嘅賽事，嗰陣時咧，自然啊就佢會放鬆到咧，係如果你想喺外邊攞啲。已經係跑過有好質素嘅馬王都唔緊要，咁啊，但係咧仍然係最希望咧係多運啲喺世界各地未曾跑過嘅馬，咁樣咧你再發展到成為馬王咧，呢啲係你自己嘅本事。馬會行政總裁黃志剛就強調，香港賽馬會未來必然係向國際化方向發展。至於馬會推行本地化政策方面，又進行成點呢？因為賽馬呢個事業有很多都係需要很專業的人士嚟做。
咁我哋喺我哋嘅文化、我哋教育、我哋嘅環境方面咧，冇話從細個咧同馬咧有可以共同生活嘅啲咁嘅環境啊。所以喺馬賽馬事嗰方面咧，我認為短期嘅將來，我哋都需要靠外籍嘅人士嚟，因為呢方面嘅專業咧，我哋本地人咧仲好多地方都仲未夠啊，未夠經驗。我成日喺有個感覺啊，有個感覺。一个马会入边成日有个殖民地嘅缩影喺入边，到而家都系好咗好多噶啦，但有好多地方咧仍然有，仍然有，你可以感觉得到。但系九七之后系唔系俾你冇晒呢种感觉？耿 Sir， 对于即系香港嗰个马赛马运动嗰个发展咧，即系喺将来啊，喺嚟紧嘅将来咧，你会有啲咩嘅？希望佢會點樣再發展得好咧？我希望佢即係監管嚴啲，即係公平啲，咁就好啲咯嚇。就應該都冇問題嘅，因為馬會咁大機構，咁多人才。咁雖然啊，而家譬如總投注額嚇，日本最緊要，但日本咧始終都係佢即係閉關自守嗰種程度，同埋香港唔同啦。所以現在香港變成是世界上的一流騎師、一流練馬師，全部都希望有機會來香港發展。由此可見，就是馬照跑這件事在香港將來必定是越來越加蓬勃，在世界上也都越來越知名。